我是阿飞陈婉婷，今天要来教大家更进阶的战术——时间差 AA 吐场。时间差 AA 吐场执行方式是利用快攻与第二时间搭配，用两种不同节奏针对同一区块进攻。提醒大家，如果球队身高较小，很适合使用时间差战术，能帮助球队多拿分数。时间差战术 AA 出场就这么简单，学会了吗？